2023年3月19日，老有人问我说，那个老唐老鸭，你干嘛有的微博一模一样发两遍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，因为我发了以后哈，发了以后就没了，就没了，过了俩钟头仨钟头甚至四个钟头又出现了。就是审查我的那个人呢，他拿不准，他可能就得请示高一级别的去，然后高一级别的可能还决定不了，就是再上层更高一级别的，就是士兵交给士官，士官交给尉官，尉官交给校官，校官交给将军。这个就跟我老说的印度的那个四个种姓制度似的，第一是婆罗门，第二是刹帝利，第三是吠舍，第四是首陀罗，第五就是不再论的，就是 untouchable， 英文叫不可接触者。甘地就是，你看甘地穿的那身衣服，甘地把那个称为神之子啊，连衣服都不穿，吃完一块白布把自己包起来，杵着一拐棍，穿着一塔拉板，拿着一普加阿凡哥，拿着一要饭碗，拿着一瓶子水啊，戴一眼镜，就是甘地那种形状的。因为这个级别是很深刻的。雅利安人就是日耳曼他们那个那边的祖先，还不是日耳曼人，就雅利安人，纯白的绿眼珠。伊朗人是雅利安人，他们就特别擅长逻辑思维，所以他们的数学好，他们适合讲述，所以他们有好多游吟骑士，他们是有好多伟大的史诗，不是读的，史诗是唱的，能朗诵的啊，什么格林童话呀，什么他们有好多哲学家，什么黑格尔、康德、费尔巴哈呀，什么马克思、恩格斯都是伟大的哲学家。什么是哲学？哲学就是婆罗门，就是什么也不干，就在那儿想事儿。说你婆罗门，我也想干点刹帝利的事儿。刹帝利就是国王啊、将军呢、总督啊，那些管理者，那是政治家的事儿，那就不行了。你要想好事儿，你都一人站着，那哪成啊？一个人这一辈子只能活70年，70年只能干你自己擅长的事儿啊。婆罗门你就当婆罗门，我就想当婆罗门，我也认为我就是婆罗门。比如那时候我去美国继承一大农场啊，唐氏农场，我们家族认为老唐最适合当农民，可以经营这农场，老唐会管理，懂政治，懂人的心理。但是我就不喜欢，为什么？我不想干活，我就想坐那儿闭着腿，闭着眼睛，双腿盘着，双家父坐，我打坐，像那个菩提祖师似的，是吧？像达摩祖师似的，像释迦牟尼似的，就坐那儿白活，整天白活，叨逼叨，叨逼叨，叨逼的天花乱坠就行了。所以我到现在一直过得不错，因为我北大毕业以后，在政法大学教了4年书，其他一生即使2次被双开，我都没离开这叨逼叨逼的职业，就是耳目喉舌呀。耳目喉舌就是眼睛看得清，耳朵听得明，而且我亲到一线。你看那个孔子老说所见识、所闻识、所传闻识，啊，他们老说孔子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就跟毛主席语录似的，都是别人把孔子说的话，结集成册弄在一起。孔子自己写的是《春秋》，是吧？孟子说了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由于孔子写《春秋》，那些坏人坏事不敢干坏事了。当然，在孔子之前有在晋董狐笔，在齐太史简，是吧？因为太史简把他们国家坏人坏事写上了，国王把他杀了，太史简他弟弟接着写，董狐笔更是，董狐好像哥几个吧，老大这么写，宰了，老二还这么写，老三还这么写，国王就不敢杀了，觉得嘿，所以历史上中国古代的文化叫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齐就是东边啊，齐国山东那边有太史简啊，太史就专门写历史的，在晋就山西，山东有太史简，山西有董狐的笔。孔子呢就是作春秋，这是你看有一本书叫春秋公羊传啊，春秋公羊传里边孔子说
所见识、所闻识、所传闻识。就我们现在弄新闻，就是我觉得有三点。第一个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所见识，你亲眼所见呢、啊孔子那时候也亲眼所见，孔子弄个破车，弄着72个门徒，但孔子没照相机呀、啊，没摄像机呀、啊，所以孔子只能用他的文字记录坏人坏事儿，啊，乱臣贼子都惧。现在有照相机，有摄像机，有我老唐35毫米不剪裁，有一镜到底不剪辑，哎，这就厉害了，是吧？这才发挥了孔子所说的所见识，所见识，哎，亲眼所见。其次是所闻事，你耳朵听着的，人家说这不许拍啊，但是我可以讲给你听，于是我就把摄像机藏起来，闭着眼睛听，哎，闭着眼睛听，这也是一手的啊，哎，虽然我没拍，但是我听来了，是吧？说你听来就是一手的，当然了，是吧？我是国家通讯社记者呀、啊，是吧？没有比我这记者再高级的记者了，是吧？我是国社的记者啊，亲眼所见，即使没拍下来。我亲耳所听了，叫所闻事。孔子说的所见事，第一牛逼；所闻事，第二牛逼；第三才是所传闻事呢，就是网上流传的。张三说什么，李四什么什么，好多人大白活蛋都在那儿谈时政。你们到现场了吗？没到现场。东转东转，东一连叫什么？一鳞半爪啊，东边一块一个鸡爪子，西边一块鱼鳞啊，凑在一起捕风捉影，都属于瞎说八道，没有。看那玩意儿都瞎耽误功夫，哎，看那玩意儿都属于瞎耽误功夫，所以我呢就，我就不看那些东西，嗯，不看那些东西，嗯。婆罗门，老有人说老唐，你能照相，你开一照相馆得了，我开照相馆我就不是婆罗门了，是吧？我就靠技术手，靠技术干活去了。有人说老唐，你应该开一什么咖啡馆，开一饭馆，不然的话那钱就都流了。我挣那么多钱干嘛，是吧？虽然我是一穷逼，我继续当我的婆罗门，靠我的读者给我打赏谋生，是吧？打赏啊，我新浪400多万粉丝，一人给我打1块，呵，我瞬间就400多万。但是好多人都抠逼缩手指头，光看从来不打赏，以后把这些人全给拉黑了。嗯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我说的好玩的，哎，真实的，那肯定都是真实的。季羡林跟我说，假话全部说嘛，啊，所以我这都是真实的，我都是拍下来的。但是，当时那网管不明白，或者他上级再不明白，或者今天不明白，哎，过了3天他明白了，又把我这通过了。所以你一看，哎，老唐怎么连着发了2条啊？那2条、3条甚至5条都是发丢了。后来过了一会儿，革命形势发展了。然后我那发那几条又都回来了，哎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接连我同样的微博发了2条，就是这么来的。